Hello， 我是大眼。今日我身处深圳的江夏地铁站 A 出口，咁过嚟试乜嘢呢？成日听朋友讲啊，呢排咧去做头疗啊，咁我未试过，咁啊想试下，咁啊上去啊大众点评咧，揾到一间就喺呢个 A 出口隔篱呢座大厦嘅，咁好近嘅啫，咁啊行过去咧真系半分钟都唔使嘅，咁啊80几蚊做一个头疗喎，半粒钟按下摩洗下头咁样喎，而家试下佢咩料啊！咁我睇到个地址咧，就写住彩虹大厦，应该就系呢座啦。哇，真系地铁站行过嚟啊，一分钟都唔使噶。咁啊，价钱方面咧，啊，我买嘅呢个团购咧，其实我系上到去先买嘅，通常都就89蚊。咦，呢度彩虹大厦咯喎，睇一睇个水牌先。咦，14楼 D。真係有喎，嗰個字點讀啊？南味兒。哇！而家我哋入咗嚟 lift， 一入咧已經見到佢咧有一個好大嘅廣告喺度噶。咁啊，洗面加頭療80分鐘。不過佢呢個咧就冇寫價錢嘅。咁我喺上面咧睇嘅呢個咧就係寫咗價錢嘅，係啊。咁係30分鐘嘅，我睇過入面。不過原來睇真啲咧，我哋要去嗰間就並唔係呢間，因為我哋要去嗰間咧係14樓，佢呢間係28樓，爭啲去錯咗添。咁我哋試嗰個就唔係80分鐘嘅，暫停一年先，係30分鐘。咁我覺得30分鐘試一試佢80几蚊先。如果過癮嘅話，舒服嘅話咧，先再做長時間少少，因為長時間少少咧就一定係貴啲嘅。呢度都有啲似咧，上次我哋喺金鐘環嗰座大廈上面好多樓上鋪啊，呢度係啦。Hello， 啊，沒有啊，我就看到那個團購，問一問是不是這個可以買來做的？89那個頭療，你們店的？不是吧，舒心喜。他地址是你們店的。咁我啱啱入嚟嘅時候咧。佢哋可能新店開張都唔係好知道自己咧間鋪頭有啲乜嘢套餐嘅，咁所以我話啦，喂89蚊做頭療咪30分鐘啊咁樣咧，佢好似呆呆地有少少 O 嘴嚇，你咪混吉㗎？咁啊上到嚟見到都好多師傅，咁都頭先有成4、5個都好得閒嘅，咁應該都有位啩，我估。没有，我就看到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小情绪啊？这个好像叫大众点评嘛。大众点评，我看到它很优惠啊，有89块，我就要试这个89块。哦，对，就168的这个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是多少分钟的？1个小时。是1个小时。啊，有用筋，有按肩颈，然后按头，这些都有，按四肢也有。舒心喜就没有。他在那个头疗上面呢，跟刚才89那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区别是有那个舒心喜没有按肩，这个有按肩，有那个茶壶水循环，就是中药水来的。什么药水？中药水就是里面有艾叶、茶壶、生姜熬的水，主要是改善头皮屑和那个滋养头皮的，还有的话就是防脱。哦，就是89这个呢就没有那个圈圈，对对对，和按洗洗那个头，对对，哦，对，然后时间也不一样，哦，然后我们1个小时的话还可以按四肢的，哦，对，那我先试一个89块的头疗看看什么样子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你可以在上面订购，就现在买就行了，对，中间这个，对，要脱掉上衣啊，还要脱上衣的。稍微带一下，按一下肩颈的部分，然后就给它撕掉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哦，好。啊、我朋友也进来。好了。咁我而家咧就准备除咗个上衣先，因为佢话咧做呢个过程咧都要惊整湿件衫，同埋会按下可能膊头啊呢啲位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。就已经是除了衫俾件毛巾冚住咗个人啦，瞓喺度啦。咁啊，师傅应该就开始去做呢个头疗啦。
咁呢度個環境咧，佢係幾安靜嘅。咁啊，就呢個聲就嘈一啲咯。咁佢會隱約咧有少少放鬆嘅 music 啦，咁去舒緩下你嘅聽覺啊。咁掀埋眼其實都好容易瞓著嘅。咁呢個佢所謂嘅香薰療法咧，就係、是、可能搽啲香薰油俾你聞一下，跟住咧就喺度叫你吸氣呼氣，係未開始按嘅，咁而家先至開始按頭。你放松手腳啊。嗯。呢啲 OK 吗？呢都 OK 啊。佢呢种按头嘅手法咧，就唔系嗰啲穴位式嘅揿啲穴位咁样，佢系挤压你嘅头皮，系啊，都几舒服嘅。咁按完头，大概按咗一分钟啦，就开始喺条颈后边揿下啲穴位。跟住就捽下啲頭髮，有少少似我哋洗頭咁樣，有時洗緊頭咧都會按幾下嗰種手法嘅。不過佢就冇落到洗頭水咁樣去到捽嘅。佢而家咧就有一個儀器咁樣捽我個頭嘅，咁我睇唔到係咩儀器，好似一啲手動嘅手攞住嘅按摩。頭部嗰啲咁上下咯，唔知係咪淘寶可以買到嘅咧？咁都幾得意嘅，佢擺落個頭嗰度喐下喐下。但係咧，我就有個諗法啦。咁如果入嚟按之前咧，做呢個頭療之前咧，咁好似我哋男士啦，經常出街都會 gel 頭噶嘛。咁成頭 gel 嘅話咧，咁樣去按嘅話，又好似有少少唔係好衞生喎，因為呢個儀器按完可能又會按下一個客啊，又或者當我哋個頭咧 gel 到痕曬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咁樣捽佢咧，有機會會扯斷啲頭髮噶嘛。佢話揾個牛角梳係咪？我如果冇聽錯嘅話，話幫我梳通頭部嘅經絡。佢而家呢個梳落去，其實都係捽到頭皮嘅，捽緊我個頭皮嘅。但現時為止嚟到呢個階段咧，都可以叫做乾捽啊，即係冇落任何嘢。咁而家為咗我哋嘅拍攝需求啦，就將個燈光咧可以調光啲嘅。咁我諗，如果大家真係嚟做頭療嘅時候啦，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會拍片咧，係真真正正可以。啊！好享受呢一個過程嘅話咧，咁可以即係暗暗地可以聽住啲 music， 好放鬆。咁而家佢按完一輪啦，終於咧都開始聽到水聲啦。嚇！而家先至洗一下個頭。可以温一點。啊，因為洗頭咧就唔好用太凍嘅水，如果唔係咧會唔舒服嘅，好易病嘅。咁佢調校完水温之後呢，而家嘅温度就啱啱好啦，洗落個頭嘅時候就暖粒粒。咁而家就第一次洗頭完成，聽啲聲就好似擠緊洗頭水，冇錯啦，我感覺到嗰啲洗頭水嘅感覺啦。咁佢呢度呢就唔會話好用力咁樣拗你個頭皮嘅，因為其實咧，我哋洗頭嘅原意咧，唔係想拗甩啲頭皮嘅。洗頭嘅原意都係想咧輕柔嗰啲按下啲頭皮，咁咧先至係最健康嘅。咁呢度都 OK 嘅，佢手法都幾輕柔嘅。咁啊，輕輕捽下捽下啲頭皮，用啲洗頭水。咁佢用洗頭水捽個頭嘅嗰個時間咧，都算叫做耐嘅，捽咗幾分鐘嘅。咁啱啱聽到佢後面嗰嚿嘢喺度叫啦，就提醒佢呢個服務呢仲有十分鐘。咁而家我哋呢第二浸嘅洗頭水呢應該好快就開始開水沖㗎啦，應該唔會話洗好耐嘅，我覺得。我頭先阿師傅問我介唔介意搵洗頭水嗰啲泡嚟按個肩頸，咁我覺得呢個按本身唔
即係冇乜問題嘅。我亦都相信咧，啲洗頭水嘅鋪咧，滑滑地應該幾舒服嘅。不過你按完之後，你冇地方沖涼嗰下麻煩啊嘛。我们会用水给你洗干净的啊！真的，那试一下吧。好。最后阿师傅听到我的广东话，他是听得明我讲咩，亦都知道我的忧虑。他话会同我用水洗翻干净。咁用呢个洗头水的泡去到按咧肩颈，我都是第一次。咁唔怪之得咧，他叫我入嚟的时候要除咗上衣，就俾条毛巾我冚住。咁係幾舒服嘅，個感覺有啲似咧，我哋平時去揼骨啊，咁係會推油嘅，係啊，咁其實佢同推油一樣啦，都係咧會令到你個皮膚滑啲，捽起上嚟嘅時候，係啊。不過我諗洗頭水嘅泡咧，比起我哋推油嗰啲香薰油啊，係會比較容易清洗。咁容易清洗有個咩好處呢？就俾水一沖，啊，跟住啲泡就冇啦。如果你話係推油嗰啲香薰油咧，有時啊，真係洗兩三次都可以仲覺得滑潺潺咁樣嘅。咁呢啲一沖就毫無痕跡嘅。啊，頭先我哋未買呢個團購啦，出面坐嘅時候咧，另外一個姐姐咧就推銷我哋咧，可能買另外一個團購啦，就話可以按埋全身嘅。咁我喺度諗。如果嗰個按埋全身，會唔會又係用洗頭水嘅泡嚟到按埋曬全身呢？哇！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就麻煩啦。咁冇地方沖涼嘅喎，真係按完。嗱，如果我唔係時刻記住自己喺度拍緊片，同埋攞住個麥嘅話咧，其實我個狀態咧，我應該係瞓著咗㗎啦。因為講真，呢個環境再配合埋呢個手法嘅話咧，係幾舒服嘅。同埋按頭啊，都有一個好處啊，就如果大家平時咧經常失眠嘅話咧，其實按一按啲頭皮啊，拖通啲穴位啊，係比較容易瞓得著嘅。同埋呢度個享受咧，我覺得係多過大家平時去按摩嘅按頭咯。平時去按摩店或者即係骨牆啦，咁你按頭，佢真係幫你按頭，同埋按一下啲頭部嘅穴位。但係呢度嘅按咧，佢除咗按之餘啦，佢有唔同嘅嘢嚟到幫你按，幫你捽個頭，同埋佢係會好似大家剪頭髮有時洗頭啊，唔好 enjoy 洗頭嗰幾下按頭嘅，咁呢度就會有嗰個感覺嘅。咦？好似結束之前仲有啲嘢喎，傾嘢。你掏下耳朵啊！啊，掏耳朵啊！对。哦，好啊。哦，原来结束之前佢仲可以帮你撩一撩耳仔。我感受到咧系普通嘅棉花棒喺度撩嘅。哦，咁佢系自在帮你个耳仔咧索干啲水啊，应该。大家就唔好以为系普通出面彩耳管嗰啲彩耳，就唔系嗰类撩耳仔啊。因为撩完一只耳仔，就听到钟声响起咗归家嘅信号，呢个疗程30分钟完结咗啦。咁而家咧就做完呢个头疗啦。诶，出嚟已经冇晒人啦。哦，吹头。哦，好。好。我帮你揾了点水。哦，都没所谓。啊，就随意一点就行了。可以往下吹都行，哇，舒服晒。咁呢，原来做完个头疗出嚟，吹完头之后呢，佢同我讲话仲有个糖水。咁我打开睇下，试埋个糖水先。咦，呢个系西米露嚟嘅，都几过瘾，有啲芋圆。嗱，而家我完全做完曬個頭療啦，咁啊，嗰個俾嗰個錢買嘅團購嗰個二維碼咧，都俾佢掃埋啦。咁咧，我自己就感覺啦，今次試呢個半粒鐘嘅咧，就試唔到好似呢個咁樣有個圈圈嗰啲水噴住個頭嘅嗰一 part， 因為佢哋話咧
要半粒钟以上的疗程才会有的。同埋我试完晒成个头疗的过程呢，今次是我人生第一次试头疗啦。我觉得呢头疗不应该是半粒钟以下的。下次我都会可能会买一个一粒钟的团购，因为点解呢，头先除了我自己啦，一路做头疗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自己昏昏欲睡之外啦，其实呢连摄影师哥哥呢都是昏昏欲睡的。咁可想而知，即那个环境即都几舒服，咁大家有嗰种呢好放松嘅感觉。咁所以我觉得呢，如果有心想试头疗嘅朋友呢，可以试一个一粒钟嘅疗程。咁可以睇下呢一粒钟里面啊，帮你按下头啊，捽下啲头发啊，放松下啲肩颈啊，咁好好咁去瞓返觉，为自己充充电。咁我哋今日嘅影片呢就到呢一度啦。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嘅频道。拜拜。